旅发局推出的第二轮想旅游香港，首批本地团今日出发。有参加的团友表示，已经近两年没外游，而家可以一常做团友的滋味，感到好兴奋。团友在上旅游巴之前，先用安心出行扫码、探热同埋填写健康申报表等等。有团友话为求玩得开心，会做足防疫措施。第二轮想旅游香港活动名额增至20000个，市民反应热烈。第一批136个行程的名额在头四日已经满令完毕，而第二批大概60个行程将会在今个月中公布。